你是怎么跑到我的房间？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躲在我的衣橱？还是真的有洞口？我会尽全力保护天晴。你不是华尔街的李专，为什么要对天晴说？明知道我谎报身份，为什么不拆穿我？我之所以突然出现在你的房间，是因为我是天上的财神。三立都会台三十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废材闯天关。